你们所看，战争的寒风正在呼啸。没想到，我竟然会与邪恶为伍，在王者面前跪下。 为了雷姆，我先撤退，好好战斗。这个世界会画上句点。
非你莫属。就算你打倒我们，我们还是会马上站起来。 加油，王座。 氏族。
杀！矮人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抵挡部落的攻击了。这个佣兵营地，杀掉那个英雄。
们无处可逃。魔法的厉害了吧？连杀！英雄。做得太好了，我们有更多士兵被俘虏了，把他们救回来。没有人能逃过冰冷的死亡，真是伤心。快点行动吧，把我们的士兵救出来，但也别忘了阻止部落救人。了不起。